계획은 필요 없어. 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上盘的那个猛男暴女。 이 구역 최고는 나야.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누가 죽은지 궁금해. 바로 열린 시기. 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 잘 닦인 길은 지루하니까. 너희 정체가 뭔지 한줄 요약을 해봐. 너희 혼자 깨어나도 나의 정체가 라이트 패드는 这牛哥的位置有点靠后，他也有点怕被指。 First blood. 처음부터 규칙을 모르면 어길 수도 없잖아.
也把我害死了。交给你，好的兄弟。杰西就好。我操，这真的这玩的我有点晕了，你知道吗？这是什么呀？我刚刚这里这个 AD 都已经死了，你知道吗？他直接闪现二年那个 AD， 那 AD 还回头敢 A 我，我操，就已经死了。但是他二年的一个脸上的辅助，算了算了，我又说多了，对不起，我太菜了，这是我的问题。这暴力是真猛啊，你英武。咱们这牛头太有意思了，我们在下路杀了对面5人，他一个助攻都没有，太有意思了，真的，打得还可以，我也吃了3个人。
谁是那个统治自己。都是我的错，这个蹦是有点东西，他上盘也把我们杀烂了，这盘呢也是，他218十个人头跟他有关，他也变态了，基本上是开始全场。이미패하면합법적으로발굴가능한거아닌가那么多精力啊，我跟阿塔尼失误很严重，对面这波阿塔尼失误很严重，兄弟们，这波阿卡涅夫失误我只能告诉你们，我们灭了，真的全灭，就只剩个卢仙，然后对面最多死两个，在我看来应该是死一个，这不阿卡尼那个一空了，一这个万豪，他如果在这里直接早点一刀万豪，把万豪瞬秒他少锤好几下，然后再去直接杀那个按了中亚的那个谁，哎，我们这边没有人按中亚了，再去杀那个暴女，就全死了。哦，是对面按那个中亚好像，哦，这个阿卡尼一空太关键了，不然我们直接炸开了。贴脸一空的对面的阿卡里，真的上路塔什么时候掉了，哦，好像是我吃的，当时谁按了个中亚，我看错了吗？QQ 空啊，
지금길을알아전화하는차자료올라탑을파괴했습니다예측할순없어这么闲吗他们에크린의영혼무덤을찾던때가지나오네有机会抢到这个蛤蟆，但我不知道这个饵刮没刮到蛤蟆。세상이미쳐돌아가는구만내이럴줄알았지지루하니까
Double kill.